我真的没有送你铲子哦。没有。好，先送你一只，看能不能生个男生。你要选哪一只？我要选这只。你知道这怎么用吧？我知道，这你有就放。这是男的，这是女的，这龙凤胎。哦，你都，因为你放床头柜没有铲子，我说奇怪。这个好像北韩那个将军，你知道北韩那个星星是挂到快要掉下来，我吓死人！你这开几块？而且这个比较便宜，它好像十片才166，然后这个是我在光南买的。1,2,3,4,5,6,7,8,9,10,11,12,13,14,15,16,17,18,29,坐上我们医院的30星星，从天上来的星星。你是从哪一天开始验？只是胚胎的？就5月26，刚好我生日，我想说开始验吧。可是你是25号值日的呢？我是20。20号值日第六天，那一直到这个时候就有了吗？对。30号就有了嘛，对，所以第十天，那根据我们验这个强度，我目前为止你好像是我们啊、哦，还有一个姓黄的卖那个锅贴，跟你打平，他是一天六只，他验5天30颗，我跟你打赌双胞胎，哎，我那天有给你一个红包吗？没有，我完全都没有，真的、啊，只有给我乖乖跟那个。乖乖的那个，真的吗？哎，奇怪，我忘记给你。好，我给你打赌双胞胎。好。那我们这个是今天的嘛？对，因为那边有做。六二号。哦，你这只就很强啊，这么强一点。牌子不一样啊。你这样加起来起码也要500块吧？有。差不多500块，我变成买1000只哎，他去淘宝买，他买500只，他的嫂嫂买500只，你帮我拍照一下。我惊死啦！这个，那个北韩哦，你知道北韩的将军是整个衣服都过门。你大概破了我的病人记录。你在录影间拍照。来，贾婷婷，小心抓一把，抓一把，抓一大把，抓一大把。OK。好，我在，你说20号值日的嘛，对不 对？今天是3号，所以是14天。对，14天。14，2个礼拜前，我们有没有挤这一只啊？颠倒，倒运，一次成功了哈。这2个礼拜前我就给你拉过了。你还看一下，你2个礼拜前我给你录的影片。好的，我去看啊。我妈也有再去看。你妈妈有来吗？有，她在楼下，因为她没办法上来啊。疫情啊！不过如果你们屏东相对安全了，好像嘉陵是5次的哦。有压下来的。你们屏东有压下来。台湾，下一次轮像，应该跟其他网友说30星上将，下次换你做看看。我靠，恐怖！你帮我拍照一下好了，这个我是蔡正恩。你们看，你去 Google 一下那个北韩将军，你会发现他们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会这样。啊，可能挂到没地方可以挂了吧？对啊，那是他们那种讲难听的土包子哦，才会会。那美国国防部长一颗星也没有，就穿着西装，容易啦。而且那个榜，2个礼拜前哈，我植入胚胎，我就说你一定会成功。我。哎，他知道吗？他知道啊，都有来，都陪了，我都陪了。你有看到我拉这个旗子吗？有。好，2个礼拜我们再重现，3、2、1放。哦。一次啦哈，盖没得啥啦。我是北韩将，我是金正恩。OK， 惊死啦。下一次。